大家好，我是台北荣民总医院玉里分院的妇产科医师张医师。那我之前在台北荣总做妇产科训练完毕，在去年十二月开始就在玉里荣民医院为大家服务喽。姐姐妹妹们，其实在妇产科其实有一些状况或有一些问题，都可以欢迎来张医师的门诊做讨论或者是咨询，预防保健啊，癌症筛检啊。或者是说你可能下面会有一些瘙痒不适啊，这些平常不敢跟别人说的状况，其实都张医师都可以帮助你。或者是你有一些漏尿、频尿、尿失禁的问题，那如果有一些年轻女性有怀孕啊，需要做产检啊、接生的部分，其实张医师都有在做，可以帮忙。那从去年十二月开始就在玉里正为大家服务，所以欢迎大家如果有任何的问题的话，都不要害怕来找张医师。